台湾的疫情没有走向高峰，反而是走向了高原期。不过随着确诊人数呢并没有增多的迹象，很多人都乐观的认为是不是台湾现在疫情要好转了呢？我们就带你看到今天本土病例新增了76517例，但是现在全台呢疫情高原期的染疫率大约是8%，指挥中心也预估了，那么染疫率可能超过10%，疫情就能够来脱离高原的期间。不过呢现在陈时中也松口了，的确呢看起来确诊人数是不多，但是很有可能其实还是存在着黑数的。他说染疫率呢包含可能有一些没有验出来的，或是没有症状，甚至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黑数，那么大概是1:2到1:3，所以换算下来可能已经有460万到690万的台湾人已经染疫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台大儿医的院长就说了，染疫率的数字呢比较贴近事实，有一堆人感染，但是为了工作，为了养家活口，他不想被隔离，所以干脆不通报了。那么因为他们没有保险，又没有办法工作，所以呢他们不通报之后就变成隐藏的黑数，也因此才会认为呢，这其实黑数还是相当的多的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